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款简单的糖水，四季皆宜，老少皆宜。我们用几颗红枣，一把枸杞，几粒桂圆肉，一只苹果。红枣剪开，你也可以这样剪几刀。放入锅里加水，一般用一个适中苹果，再加上这些材料的话，我是加四到五杯水。苹果切片，带皮一起。然后桂圆肉、枸杞一起加入，大火煮开。煮开后转小火，保持沸腾状态，再烧20分钟左右。煮了20分钟上下，这些食材还可以食用。因为它还有它的原味。如果你只想喝汤水的话，那你 double 这个时间，糖水会更浓烈。像这样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糖水，如果经常用或者每天用，对我们的体质和容颜一定有一个保养的作用，但是一定要坚持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